워먼쉴 다비치. 네, 저희 노래 넣는 시간들이 반해됐습니다. 한 소절 부르면 될까요? 가슴으로 한동안 버티겠지 엉망으로 너 없는 시간들을. 저희의 소식을 더 알고 싶으시다면 워아이오샹 MTV 와요샹 各位 让我们欢迎 다비치. 我是厉害丽，我是张云龙。出道十年，达比奇用动人感性的美声唱出多少经典韩剧 OST？ 他们深情的嗓音陪伴许多韩迷们走过一场又一场的爱恋。而在届满十年的时刻，他们首度来台展开歌唱。我爱偶像，今天就带你探索 OST 女帝的感性心声。好，真的很开心啊！达比奇现在这样已经有十周年了，所以呢，这次能够在台北呢办他们自己的歌唱，我们真的要说达比奇祝卡嘿哦，耶、yeah, ！恭喜恭喜！对，对于十周年可以到台湾来办，就是你们自己的演唱会，有什么样的心情呢？굉장히설레고팬분들과저희가서로기다린만큼저희도준비열심히했으니까네내일정말멋진공연보여드리도록노력하겠습니다네好，刚刚的这个李海玲一直聊到她的心情，那江明炯呢？저는팬들하고약속을지킬수있게돼서너무기쁘고행복하고10년동안공연을못한거에대해서늘미안한마음이었는데이제좀그짐을내려놓을수있게된것같아서행복하지않습니다是，所以因为感到很幸福，应该之前因为来过台湾啊，多多少少对台湾有一点印象吧。所以呢，对于这次来，除了演出之外，有没有心里面有一个小小的计划？包括有没有想去的地方或想吃的东西是什么呢？그전에왔을때제가지우펀을가고싶었는데못갔어요시간관계상근데이번에는꼭가보고싶은데아어떻게될지모르겠어요네저는무엇보다도먹는걸굉장히좋아해서대만에다녀오신분들이꼭곱창국수를먹으라고하더라고요그래서곱창국수먹는게너무기대가됩니다啊，这个愿望比较容易达成，真的，因为台湾很多地方都买得到。一旦끝나고맛집추천하고每个人都有他心目中好吃的地方，所以呢，都可以试试看。对啊，因为讲到面线，很多人就会想到西门町嘛。不过那西门町又要排队，对不对？然后呢，西门町也很多观光客吃，但对台湾人来说，我们心中自有自己家巷口最好吃的面线。所以呢，不用特别，就是要去哪一家，只要看到有在卖，尝试就对了。嗯，对啊，就像在韩国，应该你们没有办法介绍我哪一家东坡鸡最好吃。把陈华克也噎死你了，他非常理解的，完全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哦。好，那既然来台湾了，而且呢也有演唱会，不如我们来学一点中文好了，好不好？好，好，这一句的话呢就很简单，我的 money 哦，就是我的 money 哦。Yeah,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对，哎，不见。不见，好久不见。不见，不见，好久不见。哎呀，对对对对，就是这样。好，就我的 money 哦，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对，好，那下一题呢，就是很想你们。很想你们。很想你们。哎，很想你们。对耶，但是有韩国腔，会变成那个。很想你们，很想你们，很想你们。好，来，再来，我们来看到下一句，就是今天开心吗？今天很开心吗？今天开心吗？哦，好厉害啊！他们两个，我每教一句中文，他们就有手势这样。今天开心吗？今天开心吗？然后 OK， 好，那我们就看下一句是什么？下一句是我喜欢唱歌，我喜欢唱歌。我喜欢唱歌。对对对对对对。我喜欢唱歌。呀，对，我喜欢唱歌。来，接下来呢，下一个就是想听什么歌？想听什么歌？啊，要问问观众嘛，想听什么歌？想听什么歌？想听什么歌？好，那就是谢谢大家的支持。哦，比较难哈。谢谢大家支持。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大家的支持。支持支持支持，谢谢大家的支持，大家的支持。
大家都支持，笨蛋，笨蛋，不是笨蛋。好，其实，在台湾有时候我们也会讲台语啊。我教你们一两句台语好了。下下。比方说，好的，慢点哦，是好久不见。好久不见。那但在台湾呢，如果用台语的话呢，你就会讲啊，加固无看到。啊，加固无看到。啊，加固无。卡丢、这比较难，要不要换一个好？简单一点的，加固摩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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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加固摩基是很久不见，对。这个有点像把我的那个一直吃的那个音很像，哦、真的、啊。加固摩基，加固摩基不是啦，也不是不是这这些。不一样的意思。OK， 好，那好，那我们来学这个今天开心吗的台语哈。你今天欢喜不？今天欢喜不？很标准。今天欢喜不？今天欢喜不？今天欢喜不？你给多少？今天欢喜不？感觉台语比较有亲切感，比较好。对啊。所以唱出来都甜蜜些。感觉就是方言比较，就是台语比较有趣。所以如果啊，你们在演唱会上可能可以讲一句。台语的话，粉丝会觉得哇，好棒哦，好棒哦，好棒的台语就是赞，赞，赞，啊，赞，赞，对，所以你只要对着粉丝说赞，他们就哇很开心，啊，就是这样子，他是很短，所以很简单，对啊，所以我就教这个，想说可能会比较好记，한국말에赞赞赞赞，对，好棒哦，赞赞。好，所以呢，那个今天我们刚刚有学了一个中文叫做想听什么歌？想听什么歌？我呢可以在这个地方问一下了，我想听的歌是《没有你的时间》。是这样。가슴으로한동안벅치겠지엉망으로너없는시간들을耶，达比奇，我们现在听到他们现场演唱。我知道这首歌的 MV 在拍摄的时候，就是因为找了姜丹尼尔来演出嘛。然后你们也有去探班，有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哦，丹尼尔이그때당시에스케줄이굉장히많았던상황인데도불구하고너무환하게웃으면서촬영을해주고있는거예요저희가또감동을또받고저희가오히려너무괜히더미안해지고너무해맑게촬영하고있어서너무고마웠어요진짜추웠을거예요날씨가너무추운날이어서피곤한내색하나없이네되게고맙고미안하고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回忆这样也是一个很棒的合作네谢谢对啊好这个还记得吗想听什么歌想听什么歌我想听 This Love 사랑해요고마워요따뜻하게나를안아줘이사랑때문에나는살수있어哇，对，因为在《太阳的后裔》的这个 OST 里面有这首歌，然后这个歌的这个就是网络点击呢已经超过了5000万了。那其实我知道达比奇唱了很多的 OST 的作品，有没有你们到目前为止可能觉得最喜欢的呢？아무래도이사랑이정말저희타이틀곡못지않은큰인기를얻었거든요그리고저도드라마를너무재밌게봐서이사랑이기억에가장남는것같아요那所以呢这一次呢达比奇来到台湾哎这个时候演唱会应该会唱这首歌吧물론이죠对因为大家都非常的期待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进行的是达比奇的默契大考验哇이거떨린데안맞는데shopping 两个人私下最常做的事是 shopping 第一个是 shopping 哎呦默契好到吓死我跟你们一起合作过 MV 的两个男生你们会画谁一个是姜丹尼尔一个是李钟硕十九八姜丹尼尔
좀 더 끝날 것 같은데. 도전을 했나? DaVinci 默契大考验，由大好人出题，每一题作画时间十秒钟。如果海莉和明中能画出一样的答案，即得分。答对五题，便能获得工作人员精心准备的人气饮品。请两位加油喽！不是不是不是，我们去啊、现在台北很红的饮料，然后是要排队，但是呢，我们已经去买来了，这样子。好，所以我们开始了。先回答。那第一题呢，就是一讲到台湾，你们会想到什么？布丁，布丁面包。哇，红包的奖。没有。那不是在那边说姐，你会送的对不对？然后互相在那边作弊。二一。好的，对他们刚刚有一点小作弊，虽然没有那个给对方看他们画什么，但他们都有两个有聊天呐、啊。好了，我们来看一下明九的画，画的是我自己珍珠奶茶，对，啊海蒂呢？哎呦，真的，哎一样哎，耶，好答对一题 ，OK， 好来第二个。第二个是你们现在最想吃的韩食是什么？十、九、八、七、啊，谁懂？四、三、二、一，耶！好，来我们来看一下，明给我画的是东北鸡，东北鸡，好，那东北鸡，东北鸡，前面画那个不是东北鸡，也是吗？是东北鸡吗？但是你在笑什么？你给我是谁哦？啊，你为什么这么可怜？떡볶이그림이너무비슷해서느낌이비슷해아니근데진짜못그린떡볶이그림인데우리둘다똑같이그려서너무깜짝놀랐어 OK， 好，那我们今天题要问的呢，现在已经答对两题了，就是两个人私下最常一起做的事情是什么？十、九、八、七、六、五、四，没有啊，只要答案一样就可以了。好，耶，三、二、一，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是什么意思？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吗 ？Shopping，Shopping， 两个人私下最常做的事是 shopping， 并且是 shopping， 哎呦。默契好到吓死我了，就个性不一样，但他们真的默契很好。그림으로왜심리상담같은거하는거해보고싶다우리그림으로那目前为止每一题都一样哦。재밌다好，来接下来，跟你们一起合作过 MV 的两个男生，你们会画谁？一个是江丹尼尔，一个是李钟硕。张张张张张。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时间到。江，这个是谁？江丹尼尔。江老师。那我变得真的好听的，我变得真的。我被江丹尼尔的粉丝。真的，我们看清楚为什么。太了，弄不对，因为我画太急了。对对，太急，只有十秒啊。对，但我们要看。原子弹，他是谁？이게누구죠？아니여기귀걸이도이렇게막하고머리스타일도이렇게나름디테일을주려고했는데경지오빠나왔네귀여운웃음을표현하려고했어요好可爱的。OK 啊，但我觉得还是画的蛮可爱的啦。好，这一题很简单哦。没有脸珠。其实它很像那个樱桃小丸子里面的画圆弧一样。那还是说根本就是他经纪人。对啊，好经纪。好，来最后一题是什么呢？就是你们最喜欢达比奇的歌是哪一首？OK， 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那个 Mingyu 的 ，Mingyu 是哪一首歌呢？噔噔，噔噔，녹시
럽시. 럽시가 넘는 시간들의 줄임말. 이거 같은데 이건 누구야? 이건 누구야? 너! 너가 없어? 시간? 没有你的时间. 와! 好厉害，我懂了，没有你的膝盖。对对，哦，好，十年啊，这真的是没话讲，默契好的不得了。好，所以呢，我们呢要献上两杯饮料，一杯呢是冬瓜菊花茶，里面有白珍珠，另外一杯呢是梅果气泡水加上会爆浆的珍珠，很好喝哎，这个。 因为要排队，连我都还没有机会喝到。下次他们好，谢谢，要买三杯好吗？好，来请。马上不塞哦。试试看。哇，好香！很香哈。香哈。好喝吗？那个버블이신세계네。那个珍珠是真的是我遇到了新世界。对，会爆浆哦。안에 뭐가 톡톡터지죠。 제가먹던버블이아닌데요?我们怎么可以随便就买了两杯饮料来呢？这个真的是厉害。버블을먹었어?버블을먹었어?대박이지?不仅처음먹어보는버블,신세계진짜。嗯，遇到新世界。对啊，遇到新世界。嗯，那你看，진짜차갑다.되게맛있어.它那个它那个爆浆珍珠里面是果汁。那个都也不坏哦，超级好吃。 因为有菊花在里面，所以它真的很漂亮。呀，好，那我们也非常的开心哦，这次呢可以跟达比奇在这个台北，然后我们做了这个访问。那最后啊，他们有没有什么话想对所有台湾的粉丝说呢？네요, 팬 여러분, 드디어 이거 방송 일자가 있구나. 네요, 저희가 정말 수년 만에 이렇게 공연으로 여러분들 찾아뵙게 됐는데요. 만나서 정말 즐거운 시간 보냈으면 좋겠고 저희 다비치 앞으로 대만 자주 오도록 노력하겠습니다. 너무 늦게 와서 미안하고 앞으로는 더 정말 자주 볼 수 있었으면 좋겠어요. 고마워요. 감사합니다. 谢谢. 好, 今天我爱偶像, 非常谢谢 다비치, 谢谢. 虽然达比奇唱了这么多深情款款的金曲，两人的个性却和歌声不同，常有活泼俏皮的举动，这种反差是不是特别可爱呢？这么讨人喜欢的偶像，当然要常常来台湾才行喽！海丽、明炯，台湾等你哦！